不是不是，这是雪月律师啊，就是。我是 Sojin， 正在确定 Maximilian 的位置，给我几秒钟。走。Maximilian 躲进了螳螂和地科酿酒厂，正在发送具体位置。这不是爆头啊！哦，好像是爆头的。哎，哦，没在，来看。哦，这是爆头回血，哦，这是击杀回血。哦，连都闪掉就行。哇哦！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我你一枪就把他给，牛逼啊！很强。这还牛逼，基本操作了。别过去，别过去。哎，他不往这边走了，我操！
塞吗？有兵啊！你们的位置附近有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，你们可以利用它进入海港要塞。那你们是怎么把他给杀了的？射死的呀！哇，这个炸弹爽啊！我对呀，牛逼啊！爆头一个才40点，40点血。杀者，在我这里，他在发车顶，瞄到他，瞄到他 ，yes， 你抢啊抢啊抢，哇，而且还是爆头，这个东西拉满要爆5下头才死，爆4下头，这个刺杀者。
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？车没了吗？还是没了？K K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